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我们来折一款小猪。我用的正方形纸边长7.5厘米，需要两张。我们先折其中一张，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上下边折向中间的折痕。然后另外两个边折向中间的折痕，然后把这里稍微展开，这个角拉出来，向外拉，把它压好。然后剩下的一个角也一样，然后把这个角翻到上面，下面的部分展开。左右两个角往里折，小角往上折一点，然后再把它往上折，这里距离这个横线留出一小段，形成这样。上面的小角往外折一下，外侧的边对齐这个斜折痕，然后翻到背面，左右两个角往里折。折一小段，然后下面的部分往上折，然后翻到背面。左右两个角往里折，下面的边往里折一小段，形成这样。看一下正面，然后上面两个角折下来，接下来给它画上眼睛鼻子。接下来另一张纸，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另外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上下边折向刚才的折痕，另外两个边折向中间的折痕，把这个角拉出来。剩下的三个角都一样，然后把这个小角往里折一下，下面从这个点这里开始，上面大概折一个小角，这一侧也一样。然后把这个往外折，展开一下，把这小角先往里折，再这样折过去，这一侧也一样。然后这里也一样，先往外折，然后展开，按照折痕，先把这个小角折进里面，再把它折过来，
这侧也一样。最后把它组合到一起，把这个折的这一小段插进这个指缝里面，你可以给它画上尾巴，这样一款小猪就完成了。看完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。